好，各位来看一百页。一百页呢，各位，我们观音寺有两个这么大的佛塔，那各位进来一定要礼拜，然后绕佛塔，绕佛塔，乃至用花、用香、用灯供养佛塔啊。如果能够这样做，礼拜供养佛塔的果报有十样，一百页，我们列下来：一、言辞柔软；二、智慧超群；三、人天欢喜；四、福德广大；五、行善同居；六、尊贵自在；七、恒誉诸佛；八、清净菩萨；九、命中升天；十、速证圆寂。啊，所以礼拜佛塔乃至呢扫佛塔都有种种功德。那麻烦各位这一本回去自己看好不好？后面还有写了很多，你不杀生了，那会有什么样的功德啊？种种，麻烦各位自己看。来，快天亮了，赶快还有另外一本也讲一下，好不好？啊，快看不见了，请翻到105页。这个时候大家脑筋很清楚，很凉爽，肚子空空的，脑筋就很清楚啊。然后现在我希望很快的，如果能够讲完这30-40条，那真的是功德圆满啊！这个就是菩萨成佛之道的所有的内容啊，所有菩萨应该要去做的这修行之道。所以我希望能够很快的念诵一下。第一条，我们念下来：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圆满之诸佛，安乐和究竟极净之源。因成就殊胜佛法而存在，然而成就佛法要仰赖修行的方法，因此我现在来解释菩萨的修行。啊，诸佛菩萨都安住在空性，但是大悲救一切众生，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佛成佛，那就要知道如何修行才能够成佛。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解释菩萨修行成佛的方法。第一条，念一下：现在我拥有这艘大船，如此难得的殊胜人生，我必须载着自己和其他众生渡过轮回之汪洋。为了渡至彼岸，日日夜夜心无散漫的闻思修，乃是菩萨的修行。所以各位不要浪费我们的身体跟生命哦，去做没意义的事情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我们得到这个身体，那我们必须让自己离开痛苦，我们也要让众生离开痛苦。所以，为了让众生离开痛苦，我们日日夜夜的要闻思修，听闻佛法，思维修行佛法，闻思修得智慧，得解脱。所以，各位要这样第一条来修行。第二，来念一下：在故乡对亲友的执着如浪奔腾汹涌，对仇敌的嗔恨如大火般燃烧。不在乎何是何非的愚痴黑暗战胜一切，舍弃故乡即是菩萨的修行。什么叫舍弃故乡？不是叫你不要回家，这个故乡就是你本来错误的想法，贪嗔痴要舍离呀。所以各位刚刚念了喝酒的过失，哇，以前在喝酒，你现在敢喝酒吗？怕啊！所谓故乡就是你过去错误的想法，愚痴就是是非对错都搞不清楚，所以黑暗便战胜了。所以我们要脱离贪嗔痴。各位女人不要太对爱情太执着，好不好啊？那要想清楚，不要把爱当作生命了。所以有时候男人不太重这个，结果你很重感情，你就会很痛苦啊。对亲戚朋友那种执着，要就像大海一样奔逃，海涛海涛，千万不要搞这个。我师父讲的，海涛海涛，千万不要搞贪心的事情，就啊感情的事情，不然你如大海波涛哭啊。我们只能是弘扬佛法，不搞这个事情啊。所以要脱离贪嗔痴。来，106页第一条，来，离弃恶逆的处所时，烦恼逐渐消失；心无散漫时，善行自然增长；明觉变得更清晰时，对佛法的信心随之增长；依止僻静处，乃是
菩萨的修行。所以各位一定要让内心里面像今天这样叫僻静处，僻静处不是没有事情做，而是内心不会起贪嗔痴。所以首先呢，你要脱离那个造恶业的场所。如果你很喜欢今天晚上回去又看电视、唱歌、跳舞，又来了，魔王在你家里，就在电视跟网络里，知道吗？砍砍杀杀，合理死！我每次看电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每天在搞这个，战争、斗争，这不好了，所以呢，离开不好的环境，到好的环境，心无散漫，大家都做好事，智慧更高，信心增长，所以要一直在这种心情的信心、悲心、出离心里面。再来第二条，多年的密友将分离。努力争取的财产将被留在身外，心是这个过客将离开身体这个旅店，放弃对今生的关注，乃是菩萨的修行。你如果要做个菩萨，首先不能眷恋世间的爱呀、感情。第二个呢，金钱你死了也带不走。第三个呢，这个身体你死了以后意识就脱离这个身体。所以各位要有出离心，要追求解脱，不要只关心这一辈子，要关心解脱的事情。再来第三，结交损友，三毒更强盛，闻思修则退减，慈与悲则消失，避免不适合的朋友，乃是菩萨的修行。所以各位，朋友叫你天天打麻将啊，天天喝酒啊。哎呀，做吃什么素啊？有钱不会打麻将啊？就叫你贪嗔痴越来越多，不要去听佛法了，不闻实修了。所以各位要远离这些，远离不是讨厌他哦，是说我对他慈悲，但是我一定要先修好，我才能够回来度他，这样了解吗？不是讨厌对吧？避免不适合的朋友，叫亲近善知识，这个意思啦。来，最后。仰赖善知识，一个人过失将逐渐消失，良善的品质将如一弯新月般渐盈满。是善知识比自己的身体更珍贵，乃是菩萨的修行。我们真源大法师，我们真广大法师，你看这个就是善知识，为我们盖寺庙。我们真源大法师从佛学院回来，担任我们的住持，教授我们佛法。如果我们能够亲近这么样的老师，我们呢就像月亮越来越圆满。所以要把好的善知识师父当作比我们自己还重要，就要菩萨的修行。翻过来107页，念一下：自身囚于轮回的世间，神奇还能够保护谁？皈依永不离弃的护主三宝，乃是菩萨的修行。世间的神、天上的神，他们都还在轮回里面。世间叫鬼神，天上叫天神，他们怎么可以保护我们呢？所以各位呢，要皈依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保护我们的依靠，就是佛法僧三宝。要真实的皈依三宝，乃是菩萨的修行。对于那些自己都还轮回在世间的，我们怎么皈依他？世间的神、天上的神都还在轮回，不是我们就近皈依的对象，是这个意思。第二条，来，佛陀教导下三道无可忍耐之痛苦，乃是不善业之果，因此即使失去生命也绝不从事恶行，乃是菩萨的修行。各位刚刚有没有看到杀生、偷盗、喝酒，要不要下地狱啊？现在我要杀你，如果你把那只牛杀了，我就不杀你，请问你要怎么做？杀我好了，杀我不过一次，我来世升天了，我现在为了怕死去杀那只牛，我还要下地狱，下地狱不够，还要做几百次的牛被杀，我划不来啊。所以各位想清楚哦，你要对下三道的苦那个一直去思考，无可忍耐的苦，恶鬼道的寿命700亿年，没有水喝，饿也饿不死，渴也渴不死，天天都被火烧。地狱道那不用讲了，那畜生道，一做畜生道至少做猪要7次被杀，做鸡要500次，就不断的被杀。你要思维那个地狱鬼道畜生道的苦，所以敢不敢再杀生啊？敢不敢再偷盗啊？
敢不敢再邪淫呢？吓都吓坏了，啊！所以这个叫守戒律，打死都要相信业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造业。第三，三界之喜乐，如草上之露珠，瞬间即逝，视其本质，求取不变之无上解脱，乃是菩萨之修行。所以各位，这个世界包括天界，所有的快乐都是幻化假的，没有什么好执着的。天上的一天就是人间的一百年，看我们这边混斗然后死了，天上人都在笑，这些笨蛋啊，那他也是笨蛋。天上虽然寿命很长，但是死了还要下恶道，也没什么好执着的。最后要这样子想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快乐如草上的露珠，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瞬间就消失，就是它本来的面目。所以我们要求取的是涅槃解脱乃至成佛，这才是菩萨的修行。各位要精进这样去做，不要回头啊！不要去看哦，那个好甜，那个好快乐，那个都假的，要追求真的。来，第四条，如果自无始以来所有曾经爱我的母众正在受苦，我的快乐有什么用处？因此为了无量众生而心向获自证悟，乃是菩萨的修行。虽然我要脱离轮回的痛苦，但是各位想到一个人脱离有用吗？你要想想，无量的众生没有一个众生都没有做过我们的妈妈，你看到的那只牛那只马都做过我们的妈妈，你家里的蟑螂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所以各位你要想一想，我们妈妈生我们爱我们为我们付出流了多少的血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孝顺，但是不要不认识妈妈。什么叫修行？我常讲念一下母子相遇，坐在你隔壁的是不是妈妈？坐在你后面的是不是妈妈？是赶快叫啊，是如此啊，要认识众生，要认识自己，所以一定要赶快的帮助他们。有些人是早吃肉，妈的肉真好吃哦，这样啊。所以各位讲是就不敢去做了啊。所以众生的苦这么重要，我一个人解脱算什么？所以忘了自己解脱的事情，只想让众生解脱。所以要以这个为无量心，我一定要开悟，我一定要佛的智慧，所以我才能够度无量众生。再来108，快天黑了，赶快念一下。所有痛苦无力外的来自渴求自身的快乐，圆满成佛来自利益他人的念头，因此真正予以自身快乐来换受他人的痛苦，乃是菩萨的修行。那各位，你既然开始要度众生，你就要修那个自他交换。每一个众生啊，那么都想离苦得乐，但是却在制造痛苦，所以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我要追求自己的快乐。但是你要圆满成佛是来自于利益别人的念头，所以各位要经常把别人的痛苦吸到你身上来，这乃是菩萨的修行。第二，来，如果一个人受到嫉妒贪欲驱使，夺取了我所有的财富或怂恿他人这么做，那么将我的身体财物以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功德回向给他，乃是菩萨的修行。既然你要修自他交换，那别人因为贪心偷你的钱，你还想说还够不够啊？我要把全部都给你，我天天修行的功德也要给你，因为你需要嘛。各位要这么做，事实上那个小偷强盗是菩萨再来了，来把你的业障拿走啊！啊，你不能当他是小偷啊！这个就是修空性最好的方法。所以别人因为贪心要偷你的东西，你还要特别给他，还要回向给他，这是菩萨的修行。再来，如果有人即将斩下我的头，即使我没有丝毫过错，透过悲心的力量担负他所有的恶业，乃是菩萨的修行。你要砍我的头，就算我没犯错，我都不会恨你啊！我还希望你的恶业我来承受，我修行成佛一定第一个度你。你发了心就要开始修这个。再来，最后，
即使有人用各种难听的话贬损我，并且在千万个世界中到处张扬，出于慈悲，我赞美这个人的功德乃是菩萨的修行，全世界都在骂海涛，没关系，我还要称赞你。哎呀，你声音真好，骂得好好听啊！啊，你要全世界都在骂你，你都还要称赞他的功德。各位，很难的，他骂我，我还赞叹他，不骂他已经不错了，那你就退转了。你难得的机会，你怎么可以放弃呢？啊，他骂你是小我执，你还要对他慈悲，这乃是菩萨的修行，应该如此。翻过来109页，所以各位做菩萨快不快乐啊？赞叹菩萨难行能行啊！再来，在大型集会之中，某人用侮辱的语言揭露我隐藏的缺陷，恭敬地向他行礼，视其为法友，乃至菩萨的修行。有人站起来，海涛法师跟我生了一个儿子，你看怎么办？我说好诶，好诶，赶快带来啊！啊，我不会说我哪有，我哪有，不会这样讲，我还说谢谢谢谢啊，这个是最好的同修啊，没有我被侮辱，小孩更重要啊，这乃是菩萨的修行。所以各位做菩萨伟不伟大？赞叹啊！第二，来被我视如己出地来关爱的人，待我为仇敌，如母亲爱生病的孩子一样，更加爱他，乃是菩萨的修行。我自己当作我儿子对他这么好，结果他还在后面伤害我，我不但不会恨他，我当作他生病而已。如母亲对生病的小孩特别关爱，啊，这个人在生气，这个人讲我坏话，他生病了，他心生病了，需要我用慈悲心更来关怀他。各位，所以佛教的修行，各位念到这边，绝对不能以暴自暴，不能以怨自怨，不能以牙还牙，懂不懂？要懂，要了解，要发愿，是是如此，啊，没有对立，没有暴力，和尚和尚，和谐和谐为高尚，啊，处处都没有敌人，只有亲人，所以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好，就是这样。第三，即使同侪或部属出于骄慢而竭尽所能的贬损我，恭敬的视他们为头顶上的上师，乃至菩萨的修行。特别同学同事会互相侮辱，啊，这个没用，如何如何，我特别要把他当作他就是我的师父，没有他我怎么破骄慢修忍辱呢？破空性呢？啊，得到空性呢？我视为他是我的老师，啊，绝对不排斥对方。所以各位，来出家的人很简单，住三个月都没吵架，快出家了；再住半年都没事，可以出家了。一进来就那个错那个斗那个斗完了，你可以回家了。你不适合出家，啊，做菩萨更要跟世界跟众生合为一体啊！来，再来，即使遭受他人的舍弃和毁谤，身染重病，受到邪魔的侵害，仍然担负一切众生的痛苦和过失，不灰心丧志，乃是菩萨的修行。哪一天海涛法师被抓去关了，又得癌症，啊，身上又琢磨了，哎呀，我不度众生了，哎呀，我不放生了，不会，那个时候，哎呀，众生业更重啊，我更要精进，最后一秒钟都要为他们念佛啊，要这样，不能退转。哎呀，我生病了，我不修行了。别人都不了解我，侮辱我，我不来了，不能如此啊！再来110页，虽然我具有名望，受人敬重，如财神般富有，但去了解世间的财富和荣耀，缺乏本质，并且离于骄慢，乃是菩萨的修行。你知名度很高，大家都尊敬你，你的钱比天上的神还多。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都是假的，变化无常，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啊，没什么好骄傲。现在人，现在社会不一样，有钱就很骄傲，对不对？哦，买一部最好的车，你们看到吗？啊，戴个最好的表，你们知道吗？你就不理他，他就很痛苦，啊，因为骄傲。但是各位，没什么好骄傲的，这些都是假的，能够让你解脱生死吗？带得走吗？
不过是一个方便，生活的方便，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各位要有个正确的观念，跟你儿子说，做穷书生最伟大，服务别人。啊，你要做医生，做什么都可以，不要以赚钱为动机，以服务为目的，应该如此。第二，如果没有克服自己的嗔恨，越去和外在的敌人交战，敌人的数量就越多，因此用慈悲的军队来调伏自心，乃是菩萨的修行。你一直叫别人不要跟你吵架，你一直要攻击别人，没有用。敌人是你自己，真正的怨敌在你的心里，就是你的生气。你越生气，敌人越来越多。如何消灭嗔心的魔，就要用慈悲的军队调伏你的嗔心，这才是菩萨的修行。天天布施，天天施水，天天放生，天天念辨识咒，天天念阿弥陀佛，回向众生，让自己永远没有恨，没有生气，好不好？生命最大的危机就是你恨别人了，不慈悲了。你赚了全世界的财产，失去了自己的佛性，是最可怜的了。所以千万不要再生气啊！第三，来，一切升起之现象，乃心之造作。心的本质离于概念之限制，认清心之本质，然后停留在这认识之中，不造作，不持有主体与客体的概念，乃是菩萨的修行。哦，这个比较难呢。什么都是假的，我们要离戏论，不要有一个好不好对错，这些都是假的，这只是一个意识心的显现而已。要知道一切法毕竟空，所以各位要读金刚经，研究金刚经思维啊，所以你就不会有这种对立的观念。我们要一个绝对的空性，而不要有相对的存在，所以一切都只是一个电影，你的心所想出来的而已。再来念一下，感官的享受如同盐水，尝得越多口越渴，立即舍弃所有会引起执着的事物，乃是菩萨的修行。有些人很喜欢吃，有些人很喜欢看，有些人很喜欢听，有些人很重视肉体的感官的享受。哎呀，这些你越接触它的越饥渴。很多人要戒烟，我抽完最后一包就戒掉了，他永远戒不掉，要么就当下全部丢掉，没有最后一根的啊。对什么东西都一样。有些人说，你怎么不出家？姻缘未具足，你不是没结婚吗？所以我在等待姻缘，我还没有好好谈过恋爱，怎么出家了啊？各位，哎呀，不要再去吸毒了，好苦啊！那种东西，你听佛讲，那个东西是苦的，不要常常看再来啊！到时候是放不下的苦啊！所以不要执着这些心灵的、身体的感官。110页，一，后面还看得见吗？再念一下来，我们现在念他们好欢喜啊！口念大乘教法，普度众生，大转法轮。来，遇到让我们欣喜的事物时，视它们如夏日彩虹，尽管美丽，但究竟不是真实。舍弃贪念和执着，乃是菩萨的修行。菩萨如果有自私的欲望，就没办法度众生。各位，爱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金钱名利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都是如此啊。所以各位告诉自己，一切都只是个感觉而已。帅哥来了，那只是感觉，帅哥又不能当饭吃，美女也不能做什么。有一次我们五六个出家人，有一个刚出家的开车，然后我师父坐后面，那前面有个美女，哦，全部都往那边看。我师父说，完了完了，你们下辈子轮流娶她做老婆，你们惨了啊。各位，和尚也发狂，没办法啊。所以各位，欲望嘛，所以你要控制好。假的假的啊，不看不看，就是佛经讲不中第二只毒箭就好，看一眼不要再看第二眼就好了嘛。看一眼心里不要再想叫不中第二只毒箭，哦，漂亮，危险，阿弥陀佛，不然叫妈又看到你了
啊，女人就是妈妈，就是姐姐妹妹，啊，就是如此，她不是假的。再来，第二，各种痛苦如梦中生子又丧子，执着妄见为真实，令我们精疲力竭，因此遭遇逆缘时，视他们为虚幻，乃是菩萨的修行。你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儿子死了，哭啊哭啊，一醒来。哇、哦，做梦哎，那是假的，本来都是这样，你世间所发生的各种痛苦都是假的，观罪性本空，因为这个你把假的当真了，你好累啊，你好累啊，啊，各位要累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因此遭遇到这痛苦的时候，它都是假的，一个感觉，快乐也是个感觉，痛苦也是个感觉，一切都会过去的，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啊，这才是菩萨的修行。第三，希望获得证悟的人，必须连身体都布施出去，更何况身外之物。因此，不期望结果或回报的慷慨布施，乃是菩萨的修行。啊，所以各位如果要证得空性，有佛陀的智慧，身体财物都要学习布施，好不好啊？啊，今天有没有面包啊？如果有，等一下再跳火一次，布施啊，点灯要观想，我自己变成油来烧给众生，所以要经常布施，你才有空性。最后来，如果一个人缺乏戒律而无法自立，那么想要去利他是可笑的，因此不留恋轮回地，持戒乃至菩萨的修行。刚刚要布施，现在要守戒律，没有戒律怎么可以度众生呢？啊，一个人为什么会犯戒啊？因为有欲望嘛，有欲望就会犯戒，所以要不留恋轮回的守持戒律。第三条，来，对欲想善德的菩萨而言，所有伤害他的人如同珍贵的宝藏，因此没有怨恨地对所有人升起安忍之心。乃是菩萨的修行，所以各位没有怨恨的，对所有人升起忍耐的心，越伤害的你的人，才是你的如意宝，才是你成佛的资粮，对不对？不能再恨了，啊！所以背一下，慈悲没有敌人，佛陀转恨为爱，永远如此，永远如此，这个叫菩萨啊！所以有人找我出家。我就说，你可以不生气、不恨，再来吧。啊，因为我们出家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这样，不恨，别人骂你都没关系，你才可以做菩萨、做生命战士。啊，不然每天去做这些，人家骂你，你干嘛放生？你干嘛烧了这样，整天都是雾。啊，你干嘛就烧那么多的？我被骂得好惨呢。啊！但是我跟他们解释，那鬼吃得好快乐哦，百千万鬼在吃哦，你不要说他们很快乐，一点点布施而已了，你买一个轮胎就够了。啊！但是人家不会理会你的，谢谢，没关系，没关系，所以我要修忍辱啊！再来，仅仅为了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声闻缘觉，也要精进修持。如同火烧头发的人试图灭火，鉴于此，为了一切众生而修持精进，殊胜品质的根源，乃至菩萨的修行，就是为了你自己，乃至为了解脱。各位，你要想那个火已经烧到你头发了，赶快灭火。所以我们要度众生，更要这么样的精进，这才是一个修行人的殊胜的品质，啊，是菩萨的修行。再来把这两个念完，就天黑了，就下课了。啊，来，知道透过以稳定止为基础的身顿观，烦恼能够完全被降服，修持能够完全超越无色界的禅定，乃是菩萨的修行。什么叫止？止就是调伏妄念。再来呢？这个调伏妄念，进一步看清楚叫观，啊，如果你能够止观，
然后你就可以断除烦恼，甚至超过最高的禅定。这乃是菩萨的修行，就告诉我们，就是禅定波罗蜜，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最后就是智慧来。知透过其他五种波罗蜜而缺乏智慧，无法获至圆满证悟。因此，培养结合善巧方便的智慧，离于三种概念，乃是菩萨的修行。所以，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果没有以智慧为引导，你去忍，那就白忍了。今天你骂我，我为什么要忍？我以智慧为相应，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我有什么好生气？哦，你加入般若智慧，所以你这个忍辱是对的。啊，为什么要布施？布施是舍除贪心，众生是我的母亲，我要报恩，所以我要布施。哦，你加入这个般若智慧，将来布施就对了。啊，但是离开了这种智慧所做的，那么布施持戒就没办法开悟。所以各位要结合这样子的善巧方便的智慧，然后去布施，离一三种观念，没有一个我在布施，没有一个你在被我布施，也没有这个东西去布施你，就叫三轮提供的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这样呢，就能够达到一个圆满的智慧。各位重不重要？哎，这一本回去好好念一念啊！都很简单，很容易啊。我把它换成所有都把它换成白话啊。我希望，因为我在这边不能讲得太多太深，免得各位又打瞌睡了，不来了啊。但是佛法如甘露，太重要了。希望各位呢，我们今天这两天大家大做功德，药师法会啊，施食烟供啊。大家听闻佛法，忏悔皈依受戒，读诵大乘的教法，这就是我们活着最高的意义跟功德之所在。所以愿大家都能够一切圆满。来，大家来合掌，发愿回向。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当愿众生皈依佛法僧三宝，当愿众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当愿众生去除十恶业，修持十善业，当愿众生发起解脱轮回的心，勤修戒定慧，消灭贪嗔痴，当愿众生视一切众生为自己母亲，发起大悲心，当愿众生为度众生发起菩提心，当愿众生圆满智慧，消除我执，体证空性，圆成佛道，广度众生。跟我念一个咒，心地观经里面最重要，叫发菩提心咒，也是一切菩萨成佛咒，很重要。来，嗡菩提吉达摩诃巴达雅米，嗡菩提吉达摩诃巴达雅米，嗡菩提吉达摩诃巴达雅米。好，各位现在也发一个善愿，自己发愿，你今天所有的功德自己要发愿。来，好，跟我念，愿三宝兴盛，国家富强，风调雨顺，
社会和谐，家庭和乐，身心安定。当愿三恶道众生，永离三途苦，六道轮回众生，同发菩提心，同证佛道。那样他，班长这样，阿瓦波达，你也说哈。当愿现世父母，真福真寿，六亲眷属，消灾延寿，所有病苦得到自在。好，我们要念三遍药师咒，麻烦各位想着我们的亲人，好吧？生病的人，我们关心的人，他们都得到了所有的功德。来，南无本觉法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尼婆那婆诃那世耶耽他揭顿耶唵南无地三藐三菩提耶那智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本觉法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尼婆那婆诃那世耶耽他揭顿耶唵南无地三藐三菩提耶那智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本觉法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尼婆那婆诃那世耶耽他揭顿耶唵南无地三藐三菩提耶那智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者，各世历代祖先，自己念陈氏黄氏林氏啊，七世父母，累劫冤亲债主，过去所杀所吃众生，一切被堕胎胎儿，意外灾难死亡众生，被杀及自杀众生等，愿三宝加持，功德回向，永离三途，得生净土。来，我们为他们念三遍往生咒，愿他们通通能够消冤解结，得生净土。来，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揭陀耶陀提耶他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檀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揭阿弥利陀毗迦兰陀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揭陀耶陀提耶他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檀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揭阿弥利陀毗迦兰陀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沙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那揭陀耶陀提耶那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檀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揭阿弥利陀毗迦兰陀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沙婆诃。想着往生者都坐在莲花上啊，来，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当愿众生得大财富，布施三宝。嗡贝亚夏瓦南耶梭哈，嗡贝亚夏瓦南耶梭哈，嗡贝亚夏瓦南耶梭哈。当愿众生离开病苦，得大财富，常行布施。嗡瓦苏多利梭哈，嗡瓦苏多利梭哈，嗡瓦苏多利梭哈。好，谢谢各位法师，也谢谢我们几位啊菩萨，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来，我们真源大和尚。